日本知名红茶饮料在最近特别推出了新品改造版，融合了传统跟现代的元素，推出了全新的三种口味。而这位厂商也特别跟台北时装周携手合作，从9月27号到10月20号在信义区打造期间限定的幸福午后快闪店。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了知名演员薛士林担任一日活动大使，到现场亲手做甜点，也跟大家分享他最喜欢的茶饮，享受午后的喝茶时光。